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战争史纵深剖析：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钢铁洪流、坦克战的演进与影响；二、隐秘战线、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三、电子战场、现代战争中的信息战。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钢铁洪流、坦克战的演进与影响。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以及坦克迷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地面战争永远改变面貌的话题——钢铁洪流、坦克战的演进与影响。请系好安全带，我们的历史坦克即将发动引擎，穿梭在战争的泥泞与硝烟之中。首先，让我们的时光机器拨回到一战的战场。1916年，英国人带来了一个大玩具——坦克。这个玩具不是用来在圣诞树下摆放的，而是用来在索姆河战役中给德国人一个惊喜的。想象一下，德国士兵在战壕里啃着香肠，突然看到一群铁怪兽咆哮着向他们滚来，那画面肯定比现在的 3D 电影还要震撼。坦克最初的设计理念很简单，穿越敌人的防线，给对方造成混乱。但是早期的坦克速度慢得像蜗牛，而且经常故障，有时候他们甚至在战场上变成了最大的靶子。不过，就像任何新科技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坦克也开始进化，变得更快、更强、更可靠。到了二战，坦克已经成为了战争的明星。德国的闪电战术就是靠着一群坦克打头阵，像一股钢铁洪流一样冲垮敌人的防线。这时候的坦克已经不是一战时的那种笨重的铁箱子了，他们变得像是一群在战场上跳华尔兹的舞者，优雅而致命。但是别忘了，每个明星都会有竞争对手，坦克的对手就是反坦克武器，从简单的反坦克枪到复杂的导弹。这些武器就像是专门为了打击那些自以为是的钢铁巨兽而生的。战争就是这样，一方发明了新玩意儿，另一方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克制它。随着冷战的到来，坦克的设计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时期的坦克，比如美国的 M1 艾布拉姆斯和苏联的 T72，已经变得非常高科技。他们装备了复合装甲、激光瞄准器，甚至还有计算机辅助的火控系统。这些坦克就像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绅士。但是，一旦战斗起来，那可是毫不留情的。到了今天，坦克依然是现代战争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他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无人机和网络战。坦克的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自动化，甚至可能会有 AI 驾驶的坦克。想象一下，一群没有人在里面的坦克在战场上自己做决策，那场面可能会让科幻电影都自愧不如。总之，从一战的笨重铁箱子到现代的高科技战争机器。坦克的演进是战争史上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它们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方式，也反映了人类不断追求技术进步的决心。不过，我们也要记得，技术再先进，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如何避免战争，而不是如何打赢战争。好了，今天的历史课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聊聊坦克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比如为什么电影里的坦克总是被一枚手榴弹就炸翻天。别忘了做笔记，下课。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隐秘战线、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以及潜伏在暗处的特工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兴奋又神秘的话题——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这个话题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刺激、阴谋和爆炸性的行动。但请记住，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的历史。首先，我们得回到二战时期，那个让特种部队大放异彩的年代。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意识到了传统的正规战争之外，还需要一种更为灵活、隐秘的作战方式。这就是特种作战部队的由来，他们就像是战场上的忍者，悄无声息地完成各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英国的特种空勤团 SAS， 他们的口号是“谁敢赢”，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一种生活方式。SAS 的士兵们在北非沙漠中驾驶吉普车，像是沙漠中的幽灵，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们的行动就像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戏剧，只不过他们的道具是真枪实弹，而观众是一群惊恐的敌人。再来看看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Navy Seals，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海洋中的杀手，而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水上和水下作战的大师。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就像是水中的幽灵，让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的训练严酷到连鱼都得给他们让路。当然，特种部队的故事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和胜利。这些部队的成员经常要面对极端的危险，他们的任务往往是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
他们的失败往往意味着被俘或者更糟，但这也是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特种部队的兴起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他们让战争不再只是正面的对决，而是变成了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较量。他们的存在让敌人不得不时刻提防，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从天而降，或者从水下冒出，甚至可能就隐藏在你的阴影中。总之，特种作战部队就像是军事世界中的魔术师，他们的行动充满了神秘和惊喜。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那些巨大的炮弹，而是那些能够在黑暗中悄悄移动的勇士们。不过，别忘了，这些故事虽然精彩，但他们背后的代价和牺牲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特种部队的电影时，记得现实中的他们比任何特效都要震撼。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电子战场，现代战争中的信息战。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想象一下，如果战争是一场足球赛，那么电子战场就像是球场上的隐形球员，你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却能决定比赛的胜负。在现代战争中，信息战也称为电子战，是一场看不见的较量，它涉及到使用电子技术来干扰、欺骗或破坏敌方的信息系统。这就像是在敌人的通讯器上偷偷安装了一个静音按钮，当他们想要喊快跑时，却发现自己只能发出嘘声。信息战的一个有趣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的电子战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英国人发明了一种叫做窗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些金属薄片，它们被撒在空中用来混淆德国的雷达系统。德国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量虚假信号，就像是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幽灵飞机出现一样，这让德国防空系统一头雾水。现在，电子战已经变得更加高科技和隐蔽。想象一下，有一群黑客坐在遥远的地方，他们可以通过几次键盘敲击就让敌方的雷达显示屏变成播放猫咪视频的屏幕，或者让无人机开始表演空中芭蕾舞。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在信息战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信息战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还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你可能会收到一个看似无害的电子邮件，但一旦点击了那个诱人的领取奖品链接，你的电脑可能就会被安装上恶意软件，这也是一种信息战的手段。总之，电子战场是一个充满了幽灵、黑客和隐形战士的世界。它可能不像传统战场那样充满硝烟和爆炸声，但它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的。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掌握信息就意味着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所以，下次当你的网络突然变慢，或者 GPS 导航带你去了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时，也许不只是技术问题，可能是你无意中成为了信息战的一部分。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钢铁洪流、坦克战的演进与影响、隐秘战线、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以及电子战场、现代战争中的信息战。这些话题展示了战争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也揭示了人类在战争中不断追求技术进步的决心。坦克作为一种重要的战争机器，从一战时的笨重铁箱子到现代的高科技战争机器，一直在不断演进。它们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方式，也反映了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不过，我们也要记住，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如何避免战争，而不是如何打赢战争。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让战争不再只是正面的对决，而是变成了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较量。他们的行动充满了神秘和惊喜，但背后的代价和牺牲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特种部队的电影时，要记得现实中的他们比任何特效都要震撼。而信息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崛起，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新面貌。掌握信息就意味着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电子战则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中的关键战场。电子战场上的较量就像是一场看不见的足球赛，决定比赛胜负的往往是那些隐形的球员。最后，我想问问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对坦克战的演进、特种作战部队的兴起以及信息战的影响有什么见解或者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讨论，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提问，记得做好笔记哦。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六度万事，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问题解答、在线话题等强大 AI 功能。首先，注册或登录六度世界（六度 World）。
然后按照屏幕上的方式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并在开启的弹窗中选择六度万事。然后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开始您的 AI 对话旅程了。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我是六度万事，我这就搜索论坛热点，帮你查找。你给我画一张卡通形象的马斯克，祝贺习近平春节快乐的贺卡。快来看看我的作品，还满意吧？六度调酒大师，帮你量身定做精美鸡尾酒。登录或注册六度世界，选择机器人小图标，再选择六度调酒大师，就可以开始啦。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鸡尾酒设计游戏，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问题，你希望做一款什么主题的鸡尾酒？例如浪漫、清新、神秘、热情等。浪漫。好的，我们将为你设计一款浪漫主题的鸡尾酒。第二个问题，你希望基酒 base 是朗姆酒、金酒、龙舌兰、伏特加、威士忌、白兰地、葡萄酒还是其他？朗姆。好的，朗姆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可以带来甜美和热带的风味。第三个问题，你喜欢哪种口味的鸡尾酒？比如甜、酸、苦、辣、咸，或者是混合口感？热带风情，甜而辣。好的，甜而辣的热带风情，这将是一款非常有趣的鸡尾酒。第四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果汁或者糖浆来调味？例如橙汁、菠萝汁、橙花糖浆、樱桃糖浆等。菠萝和椰子。好的，菠萝和椰子的组合将为鸡尾酒增添热带风情。第五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酸味元素来平衡口感？例如柠檬汁、酸橙汁、葡萄柚汁等。青柠檬。好的，青柠檬的酸味将与甜味和辣味很好的平衡。第六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辣味元素？例如辣椒、生姜、肉桂等。墨西哥辣椒。好的，墨西哥辣椒将为你的鸡尾酒增添一点刺激和热情。第七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哪种颜色？例如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金色，太阳的渐进成红色。好的，金色到橙红色的渐变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非常诱人。第八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装在什么样的杯子里？例如马提尼杯、高脚杯、短脚杯、椰子壳等。椰子壳。好的，椰子壳将增加你的鸡尾酒的热带风情。第九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搭配什么样的装饰？例如伞、水果片、花朵、草莓糖棒等。小伞和花瓣。好的，小伞和花瓣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加浪漫和可爱。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特性？例如冒泡、冰冻、烟雾、发光等。冰冻、发光。这是我为您设计的鸡尾酒效果图，希望你满意。请给这款鸡尾酒起个名字，再写一段介绍，然后告诉我详细的做法。好的，让我们称这款鸡尾酒为热带浪漫之光。介绍，热带浪漫之光是一款充满热带风情和浪漫气息的鸡尾酒。它的颜色从底部的金色渐变到顶部的太阳橙红色，就像夕阳下的热带海滩。它的口感甜辣，像是热带夏日的热情与活力。饮用时，你会感受到朗姆酒的甜美，菠萝和椰子的热带风味，青柠檬的酸味，以及墨西哥辣椒的刺激。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元素，那就是冰冻和发光，让你仿佛置身于热带夜晚的海滩，享受着浪漫的氛围。做法：原料，朗姆酒60毫升，菠萝汁30毫升，椰奶30毫升，青柠檬汁15毫升，墨西哥辣椒适量，冰块适量。步骤：将朗姆酒、菠萝汁、椰奶和青柠檬汁倒入调酒壶中，加入切碎的墨西哥辣椒，加入冰块，然后用调酒器摇匀，将鸡尾酒倒入椰子壳杯中，注意保留一些空间，以便加入冰块。用小伞和花瓣装饰你的鸡尾酒。在黑暗的环境下，你的鸡尾酒将发出美丽的光芒。这款鸡尾酒适合在浪漫的晚餐或者热带主题的派对上享用。它的甜辣口感和热带风情将带你进入一个浪漫和神秘的世界。万事不求人，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六度万事，万事相助，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服务，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六度世界现在体验，请去3w.6度.world。限时免费期间，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第一步，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本期节目内容如下：世界经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又一个的十年中，总会发生一些重大且大部分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真实了解。Financial Times。
世界经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又一个的十年中，总会发生一些重大且大部分意想不到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和石油震荡，80年代初的通胀趋缓，90年代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崛起，2000年代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代的疫情，疫后通胀，以及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可想象且明显具有重大风险的世界中。其中一些风险，比如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是毁灭性的。困难在于，低概率、高影响的事件几乎不可能预测。然而，我们也知道一些全球经济的重大特征并不真正存在不确定性。这些特征也必须牢记在心。以下是其中的五个特征。短期震荡很容易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我们不能让紧急情况压倒对重要事物的认识。在背景中，上述的重大力量将重塑我们的世界。在提高应对震荡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注意这些力量。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全球经济增长历经波折，自19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除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 COVID-19 疫情外，世界经济呈现持续增长。然而，世界银行指出，2024年前的全球增长可能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缓慢的，显示出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日益显著。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已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的安全上限。这对农业产量、自然资源分配和灾害频发性造成影响，迫使经济体适应和投资于减排技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由戈登、摩尔预言的集成电路技术进步，使得数据处理和全球互联网的使用成为可能，进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中亚洲的经济崛起。发展中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中国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潜力也被认为将对21世纪的经济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人口统计学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包括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高生育率可能促使其在2060年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在这些趋势中，个人、政策和事件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以及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如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费格雷斯，他们的影响力塑造了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全球经济的未来将继续受到这些不断变化的力量的重塑，其影响深远且多维。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从蒸汽机的发明到互联网的普及，技术进步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产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詹姆斯·瓦特在1776年改进了蒸汽机，这项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能力，并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自动化和电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的发展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进步之一。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摩尔定律，预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这一预测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立。ICT 的进步不仅加速了数据处理和信息流通，也促进了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如电子商务。创新与市场结构。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也有重要影响。它可以促进新产业的诞生，同时对现有产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导致了传统零售业的衰退，而推动了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巨头的崛起。全球化与技术扩散。技术进步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技术的全球扩散。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能够快速提升其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例如，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了其成为世界工厂。技术进步与就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有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可能导致某些工作岗位的消失，特别是在自动化程度高的行业。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职业类别，如软件开发和数据分析。结论：总体而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关系。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也改变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加速了技术和知识的扩散。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继续促进技术创新和适应技术变革将是关键。亚洲的经济崛起。亚洲的经济崛起。亚洲的经济崛起是20世纪后半叶最显著的全球经济现象之一。这一进程起始于日本的高速增长，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快速工业化，以及中国和印度近年来的经济扩张。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重建，并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这得益于政府的积极介入、教育投资以及对技术创新和质量改进的强调。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投资于教育和技术，以及建立有效的政府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由邓小平领导，逐步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出口的扩大以及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自由化。1991年，印度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减少贸易障碍，以及私有化国有企业，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多元化。东南亚的崛起。除了东亚的经济强国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也在近几十年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步。这些国家受益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以及积极吸纳外资。结论：亚洲的经济崛起展示了一系列成功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管理模式。从日本的技术创新到中国的市场改革，再到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这一地区的国家们通过不断的适应和学习，成为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未来，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区域合作的深化，亚洲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当代最迫切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其对经济的影响深远而多维。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以及生态系统的改变，气候变化对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及整体经济稳定性造成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的变化。气候变化通过改变降雨模式和提高平均气温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对农作物产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基础设施的损害。极端天气事件如强风暴、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对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害。2012年的超级风暴桑迪就对美国东岸的基础设施造成了约650亿美元的损失。这类事件迫使政府和企业投入巨资进行修复和升级，以抵御未来的气候风险。公共卫生的冲击。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全球变暖导致疾病传播向新地区扩散，如疟疾和登革热。此外，热浪和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增加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增加了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分析，气候变化可能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体。此外，投资者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关注也影响了资本流动和市场稳定性。全球经济的重塑。长远来看，气候变化可能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一些国家可能因应气候变化而开发新的产业，如可再生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同时，一些地区可能因为气候条件恶化而经济衰退。结论：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且复杂的，
涉及多个经济部门和社会层面。因此，综合性的气候政策和跨国合作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经济影响至关重要。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并积极寻求可持续的增长途径。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 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谈谈全球经济的一些重大特征及其对我们未来的影响。首先，我们无法预测全球经济将发生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然而，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我们需要牢记在心。首先，全球经济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其次，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需要我们重视和应对。再者，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就业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此外，亚洲的经济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对未来的经济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最后，人口统计学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系列趋势中，个人、政策和事件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说，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克里斯蒂安娜、费格雷斯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影响力，他们的作用塑造了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该保持对全球经济的警觉，尽管短期的震荡可能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重大力量正在重塑着我们的世界。其次，我们应该注重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合作和综合性的政策来应对。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和适应未来的变革。最后，我们应该关注亚洲的经济崛起，这将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和挑战。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六度解析。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一个神秘。再选择六度职场加速器就可以开始啦。你好，很高兴能够帮助你制定职场提升方案，让我们开始吧。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目前是华尔街一位分析师。很好，华尔街分析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位。你目前的年薪是多少？目前年薪是10万美元。了解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你对你目前的职业满意吗？如果不满意，你希望改变什么？不满意，压力太大，而且今年裁员很多，我担心我的工作明年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会被裁掉。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理解你的担忧，转型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你希望转型为什么类型的自由职业者？有没有特定的领域或行业你特别感兴趣？我想考虑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你可以利用你在华尔街的经验和知识。你有企业管理或创业的经验吗？没有。了解了，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对，愿意。很好，这是成功的关键。你的理想年薪是多少？你希望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理想年薪与现在持平就可以，希望3-5年达到。这是一个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你对财务咨询公司的运营有多少了解？你知道如何获取客户，如何定价你的服务吗？不知道。这是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地方。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发展计划中？每天、每周或每月？每天3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发展。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的指导或者咨询，例如找一个导师或者参加一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考虑。好的，了解了你的情况后，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职场提升方案。技能提升，由于你计划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你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包括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这些技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营你的公司。推荐的书籍有《创新者的窘境》、《从零到一》和《精益创业》等。获取客户和定价，你需要了解。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一、幽谷的歌声，瑞士的回音传说；二、挪法登的三个愿望，阿拉伯的奇幻冒险；三、骑士与龙的对决，英格兰的传统故事。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幽谷的歌声，瑞士的回音传说。好吧，各位准备好你们的登山杖和瑞士巧克力，因为我们即将踏上一段穿越幽谷探寻回音的奇妙之旅。在瑞士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讲述的是幽谷中的神秘歌声。这个传说源于瑞士壮丽的山谷，那里的山壁像是大自然的巨大扬声器，能够将声音投射得远远的。当地的牧羊人发现，当他们呼喊或者唱歌时，山谷会以一种几乎完美的方式回应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回音，或者用瑞士的四国语言之一来说，就是 echo。 但是这不仅仅是物理学的奇观，不不不，瑞士人不会让一个好故事就这样被科学解释掉，他们赋予了这个现象一种神秘的色彩，说这是山中精灵在模仿人类的声音。想象一下，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在山谷中吹奏他的牧羊笛，然后听到山谷中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一起奏乐，这不是因为他的牧羊犬突然变得音乐天赋异禀，而是因为山谷中的精灵在和他进行一场无形的二重奏。这个传说还有一个有趣的转折，有些故事提到，如果你对山谷说出你的秘密愿望，回音会将它带到山神那里，如果山神心情好，他可能会赐予你好运。当然，如果你的愿望是希望你的瑞士银行账户的数字能像山谷的回音一样倍增，那么你可能会失望，因为即使是山神也无法干预瑞士的金融法规。这个传说的魅力在于它将自然现象和人类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既神秘又亲切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即使在这个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奇迹和灵感。所以下次当你访问瑞士的山谷，不妨大声呼喊一下，看看那些古老的山神是否愿意回应你。只是记得，如果山谷回应你的是请降低音量，那可能只是另一位游客，而不是精灵。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挪法登的三个愿望，阿拉伯的奇幻冒险。各位亲爱的学子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的阿拉伯故事，它的名字你们可能耳熟能详，阿拉丁与神灯。这个故事来自于一千零一夜，或称天方夜谭，一部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奇幻冒险的文学作品。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别轻易相信街头巷尾卖油灯的小贩，万一买了个普通灯回家，可别来找我退货哦。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纲。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拉丁的穷小子，他偶然间得到了一个能够召唤出全能神灯精灵的魔法灯。根据规则，阿拉丁可以许三个愿望，而这些愿望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阿拉丁的运气，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想要得到三个免费的愿望，可能还不如中彩票来得容易。阿拉丁的第一个愿望是成为富有的贵族，以便娶到美丽的公主。这个愿望实现了，但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神灯精灵也不能直接改变人心，阿拉丁还是得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来赢得公主的心。这里的教训是，即使有了魔法灯，也不能免除人生的努力和挑战。第二个愿望，阿拉丁希望拥有一座宏伟的宫殿，比皇帝的还要壮观。神灯精灵当然是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古代，人们对于房地产的热爱也是不逊于现代的。不过，如果阿拉丁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希望神灯精灵能帮他解决一下房贷问题。至于第三个愿望，阿拉丁非常聪明地保留了起来。这个决定最终救了他一命，因为当一个邪恶的巫师试图夺走魔法灯和他的一切时，阿拉丁用最后一个愿望让神灯精灵将一切恢复原状。这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好的愿望就是留一手，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阿拉丁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魔法和奇幻的冒险，它还蕴含住智慧和人性的深刻启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财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富裕和权力，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智慧和勇气。而且不管你有多少魔法灯，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去面对生活的挑战。现在如果你们有幸找到一个魔法灯，记得好好思考你的愿望，不要浪费在一些短视的小事上。毕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魔法灯就藏在你们的图书馆里呢。但请不要真的去图书馆翻乱书籍，那可是违反规定的行为哦。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骑士与龙的对决，英格兰的传统故事。各位亲爱的学子们，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而又充满刺激的主题，骑士与龙的对决。这是一个在英格兰传统故事中屡见不鲜的情节，
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请允许我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龙真的存在，那么他们的火焰保险费得多贵？好了，开个小玩笑，现在让我们正经起来。在英格兰的传统故事中，骑士与龙的对决往往象征诸善与恶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这些故事中的骑士通常是勇敢高贵的英雄，他们身披铠甲，手持利剑，准备与那些威胁王国安全、捕食处女、破坏和平的龙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圣乔治与龙的故事。圣乔治是英格兰的守护圣人，他的形象经常被描绘成一位骑士正勇敢地与一条龙战斗。根据传说，圣乔治在前往利比亚的途中遇到了一个村庄，那里的居民正被一条可怕的龙所困扰。为了平息龙的怒火，村民们每天都要献上两只羊，直到有一天羊不够了，他们只得献上自己的孩子。当轮到国王的女儿被献祭时，圣乔治出现了，他承诺要救出公主。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后，圣乔治成功地杀死了龙，从此成为了英格兰的英雄。但是各位，我们不得不问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些骑士是怎么找到这么多的龙来对决的呢？毕竟我们今天去动物园都看不到一条龙，难道那时候龙是像今天的鸽子一样随处可见吗？或者这些故事其实是古人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想象，对于勇气和正义的一种赞颂。无论如何，这些骑士与龙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他们反映了中世纪社会的价值观，鼓励人们面对困难时要勇敢无畏。而且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如果你打算去对抗一条龙，最好先确保你的健康保险涵盖了火焰伤害。哦，对了，还有，别忘了带上一个大的火焰灭火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些龙什么时候会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喷火。所以，亲爱的学子们，下次当你们听到骑士与龙的故事时，不妨想一想，这些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以及他们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毕竟，我们可能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真正的龙，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龙，需要勇气和智慧去克服。总结起来，这些故事都是充满了奇幻、冒险和智慧的传统故事。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带给我们深层的思考和启示。瑞士的回音传说告诉我们，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奇迹和灵感。阿拉丁与神灯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内心的智慧和勇气，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富裕和权力。骑士与龙的对决则教导我们，面对困难时要勇敢无畏，并且应该做好准备去克服自己的困难。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是否听过这些故事，或者有其他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请随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和提问吧。我很期待与你们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和探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六度秘书帮你解决商务联络、繁琐杂物、文书写作等一系列行政任务。登录或注册六度世界，选择机器人小图标，再选择六度秘书就可以开始啦。你好，现在快到圣诞节了，我要给我的客户写节日祝福，你能帮我吗？当然可以。首先，我需要知道你的客户是什么类型的客户，他们是个人客户还是企业客户，他们对你的业务有多熟悉，你希望在祝福语中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或感情？我是一个地产经纪人，我的客户是去年经由我办理，在曼哈顿中城拿下豪华公寓的3米家。他们不熟悉我的业务，但是我希望在祝福中传达节日快乐，感谢过去一年的合作，希望未来能再合作。同时也表达希望他们把其他朋友或有购房需求的人介绍给我的愿望，但是要微妙一些，不要太露骨。明白了，你希望在祝福中表达出感谢和希望未来继续合作的愿望，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推荐新的客户给你。那么，你希望这封信是正式的还是比较随意的？
你希望使用电子邮件发送还是打印出来寄送？希望比较随意，电子邮件。好的，了解了。那么你希望在邮件中包含一些具体的细节吗？比如你帮助他们找到的公寓的一些特点，或者他们在新家的一些快乐时光，这样可以让邮件更加个性化，显示你对客户的关心。可以提到我在 Sam 的 Instagram 上看到他们在新公寓里为孩子办七岁生日派对，可以提到曼哈顿房价现在很高，他们当时入手是非常聪明的财务决定，现在房价升值 30%。 好的，根据你的需求和我查到的一些信息，我为你草拟了一份节日祝福的草稿。尊敬的森利家，在这个充满欢乐和祝福的节日里，我想向您和您的家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希望您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回顾过去的一年，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您找到您现在的家。我在您的 Instagram 上看到您们在新公寓里为孩子办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七岁生日派对，那个瞬间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同时我也很高兴看到您当初的决定现在已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曼哈顿的房价现在已经上涨了 30%， 您的投资非常成功。我非常感谢您过去一年的信任和合作，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一起合作。同时如果您的朋友或亲人在寻找新的家或投资机会，我会非常乐意提供帮助。我相信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房产。再次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圣诞快乐。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本期节目内容如下：世界经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又一个的十年中，六度假日送礼购物小帮手，帮你为关心的人选购最棒的礼物。登录或注册六度世界，选择机器人小图标，再选择六度假日送礼购物小帮手，就可以开始啦。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你打算在这个假日购买礼物吗？如果是的话，你的预算是多少？对，准备买一个100美元以下的礼物送给孩子。太好了，你能告诉我这个孩子的年龄和性别吗？这样我可以更好地帮你挑选合适的礼物。17岁，女孩。了解了，谢谢你的信息。那么这个女孩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或者偏好吗？例如她喜欢阅读、艺术、科技、运动或者其他什么？喜欢美妆时尚。好的，这很有帮助。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排行榜，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新型媒体，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网址是六度 world。节目的内容是2024年热门旅游目的地。正好2024年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正是我们此次六度排行榜的主题，接下来让我带你领略全球十大热门旅游城市的魅力。排名第10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吉隆坡是一个极具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城市，这里你可以溜达在古老的街道里，感受马来、印度和中华三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花，也可以瞩目于闪耀的双子塔和其他摩天大厦，见证这座城市的现代化风貌。阿罕德塔 Menara Kuala Lumpur 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建筑，而巴特洞 Batu Caves 无疑是精神的寄托。吉隆坡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800至1000美元。排名第9的是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金边是柬埔寨的政治经济中心，虽然这座城市的发展相对滞后，但这并没有影响游客对其的热爱。在这里你可以步行在湄公河河边欣赏美妙的日落，也可以参观皇宫和银塔，感受柬埔寨的历史和文化。金边的街头小吃也是一大亮点，以鳄鱼肉和水蛇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等你来品味。金边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600至800美元。排名第8的是中美洲的一颗璀璨明珠，哥斯达黎加的阿拉胡埃拉。这座城市是哥斯达黎加的交通枢纽，也是探索本国热带雨林的起始点。这里有美丽的大教堂和博物馆，以及附近的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等自然风光。阿拉胡埃拉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1500至2000美元。排名第7的是亚洲的旅游热点泰国帕塔亚。帕塔亚是泰国的海滨度假城市，这里的海滩、夜生活和水上活动吸引着全球的游客。此外，帕塔亚的水果市场和特色小吃也非常有名。
帕塔亚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800至1000美元。排名第六的是南美洲的彩色之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这座城市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重镇，拥有许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波哥大的历史区充满着殖民时期的建筑，而现代的购物和餐饮区又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新生活方式。波哥大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800至1200美元。排名第五的是越南的秀美山城萨帕。萨帕被誉为越南的屋脊，这里的风景独特，有壮丽的梯田、神秘的山洞、碧绿的湖泊。萨帕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300至500美元。排名第四的是东南亚的天堂之岛菲律宾帕拉湾。这里的海滩如同人间仙境，白色沙滩、碧绿海水、五彩珊瑚和热带鱼类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菲律宾帕拉湾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1000至1200美元。排名第三的是亚洲的自然奇观越南下龙湾。这里的海岛山峦如诗如画，是许多游客心中的世界自然遗产。此外，这里的海鲜小吃也十分美味。下龙湾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800至1000美元。排名第二的是亚洲的流行之都韩国首尔。首尔地理位置优越，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在这里完美交融。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景福宫和昌德宫，有现代化的明洞和东大门购物区，还有韩流文化的发源地明洞。首尔的参考旅游预算大约在1000至1500美元。最后排名第一的是亚洲的时尚之都日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风险无处不在，中国股市暴跌没有放缓迹象。彭博社，由于经济疲软和缺乏刺激措施，投资者信心仍然低迷，中国股市已成为今年迄今为止表现最差的主要市场。基准沪深300指数在连续三年下跌后，2024年已下跌近 7%。 造成抛售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滑、通货紧缩压力以及对北京方面不愿采取激进的货币和财政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失望。对美国利率、本地股票衍生品和更严格监管的担忧也加剧了悲观情绪。随着南海关系恶化，北京和马尼拉同意管控争端。南华早报，中非双方同意管控南海争议，加强海上沟通，通过协商妥善管控分歧。该协议是在上海举行的双边磋商机制会议期间达成的。双方还一致认为，维护南海稳定符合两国利益，沟通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这次会议是在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向台湾当选总统表示祝贺之后，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受到考验之际举行的。北京方面谴责台湾当选总统为分裂分子。去年中国取消了11个国家的签证要求。彭博社，作为促进旅游和商业联系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取消了对11个国家的严格签证要求。最近推动放宽签证限制的举措始于2023年7月，此后中国将免签名单主要扩大到了几个欧洲国家。此举正值中国寻求加强关系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之际。除了放宽签证要求外，中国还简化了落地签证申请，并降低了外国人的签证申请费用。花旗集团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因银行裁员而离职。彭博社，花旗集团财富部门亚太经济分析主管刘立刚将在全球一轮裁员中离开该银行。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银行将裁员20000名，以节省高达25亿美元的资金。刘先生离职之际，由于经济放缓和交易减少，许多外资银行一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裁员。花旗集团已经关闭了其在中国的消费银行网络，并出售了其零售理财投资组合。除了刘之外，财富部门南亚投资顾问主管罗布·霍夫曼据说也将离开该银行。中国尚未走出困境。金融时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警告各国央行今年降息时要谨慎。这位官员表示，快速降息可能会加剧通胀并破坏经济复苏。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最近暗示，他们可能不会按预期降息，导致股市下跌。其他消息方面，英国石油公司已任命临时首席执行官莫里·奥金克洛斯为其永久首席执行官。此外，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还成功平息了右翼保守党对其旗舰卢旺达庇护法案的反抗。最后，2023年中国人口下降速度加快，恰逢数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时期之一。大选后，中国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金融时报，赖清德当选后，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了三周内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台湾国防部称，解放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了海空联合作战巡逻，有24架解放军飞机和5艘解放军海军舰艇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如果台北无限期拒绝统一，中国将拒绝放弃使用武力控制台湾。2016年现任总统蔡英文当选后，北京切断了与台湾政府的所有交往。美国和中国金融官员将在北京举行会谈。彭博社，美国和中国官员定于本周在北京举行金融会谈，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讨论将涵盖一系列问题，包括金融稳定、资本市场、毒品和恐怖主义融资。此次会谈是去年成立的金融工作组的一部分。此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于11月在旧金山举行了会晤。耶伦还表示计划今年再次访华。然而，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台湾、中国和美国在南海的行动以及贸易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继续造成紧张局势。2023年，中国经济真的增长 5.2% 吗？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彭博社，对中国官方 GDP 增长数据的怀疑导致市场出现了替代计算。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去年经济增长是由消费反弹推动的，但对北京的投资数据存在分歧。该数据显示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激增超过了房地产的拖累。独立估计表明，官方 GDP 增长数据明显高估了中国2023年的增长，一些预测低至 1.5%。缺乏共识意味着官方数据继续被用作市场和中国经济讨论的参考点。商务部长重申中国制造承诺，誓言应对去风险化。南华早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尽管外国投资者努力将供应链多元化，远离中国，但中国将继续推进中国制造战略。王毅承认中国加一、中国加 N 等倡议带来的挑战，但表示相信中国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对政策不可预测性和收紧控制的担忧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吸引外资，扩大进口，特别是在尖端技术和设备方面。我们现在就开始，菲律宾在中国紧张局势中勘探石油丰富的海域。南华早报，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菲律宾正在与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建立联盟，以帮助为南海资源勘探铺平道路。此举是在与中国发生海上争端之后做出的，中国对该地区提出了主权声索，并挫败了菲律宾探索其领海的尝试。菲律宾指责中国想要完全统治和控制南海资源，并计划与美国及其盟国开展更强有力的军事活动。中国的彩票玩家通过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投注中奖号码。南华早报，中国互联网用户发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包括谷歌的 Gemini Pro 和 OpenAI 的 ChatGPT 生成的彩票号码未能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彩票号码被设计为随机的，这使得人工智能算法无法预测中奖组合。尽管如此，一些用户仍报告使用人工智能建议的数字赢得了小额奖金。彩票在中国很受欢迎，估计有2亿经常购买体育和福利彩票的人。中国自由式滑雪明星谷爱凌，比赛教会了我如何应对恐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自由式滑雪冠军 Eileen Gu 期待着韩国江原道的冬季青奥会，并着眼于2026年意大利冬季奥运会。曾在2020年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大空中和 U 型池项目中夺得金牌的他，被任命为2024年冬青奥会全球大使。Gu 很早就从高中毕业，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他希望在滑雪场和学业上都取得优异成绩。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榜样角色，利用社交媒体谈论体育运动中的代表性，并激励年轻运动员。台湾台积电将于2月开设熊本芯片制造厂。日本时报，台积电、TSMC、
将于2月24日在日本熊本县开设一家新的芯片制造工厂。台积电的客户包括苹果和英伟达，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的硅晶圆产量，这些晶圆用于智能手机和汽车等各种产品。鉴于其主要制造基地位于台湾，该公司近年来不得不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英国航空将中国机组人员数量增加一倍至100人。彭博社，英国航空计划在上海和北京增加50名讲当地语言的员工，将其中国机组人员数量增加一倍。此次招聘活动将在2月份农历新年之前完成，届时中英航空将成为继印度之后的第二大国际机组人员基地。此举反映了新冠疫情后对优质休闲旅行的强劲需求。英国航空的其他业务也有所增长，例如飞往英国学习的学生。该航空公司目前每天有航班飞往上海，每周四班飞往北京，但任何可能的航线扩展或班次增加都将是飞机供应情况而定。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错过最初期限后避免违约。彭博社，与中国陕西省相关的融资机构西安曲江梅杯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在错过12月付款期限后已履行其债务义务。该公司避免了中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市场的潜在溢出效应。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措施，但地方债务问题时有发生，表明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华为成立新智能汽车公司，更加重视汽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成立了独立的智能汽车部门，进一步推进其在汽车领域的野心。公司已注册深圳银旺智能科技，将专注于智能汽车系统及设备的制造和销售。11月，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长安表示，已与华为合作创建一家提供智能汽车系统的公司。阿斯利康、罗氏等同行签署中国工厂可再生能源采购协议。南华早报，阿斯利康和诺华等五家全球制药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3年的协议，为其在中国的生产设施购买可再生能源。从远景能源购买的 200GWh 电力，每年将为公司减少1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相当于减少约25000辆汽车的排放。医疗保健行业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的 5%，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制造供应链中产生的。美国驻日本特使发誓将继续谴责中国的虚伪。日本时报，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发誓要继续谴责中国的虚伪和缺乏透明度。此前伊曼纽尔发布了一系列激怒中国的推文。伊曼纽尔在东京发表讲话时强调，他将继续谴责一切虚伪和经济胁迫，并表示中国有责任保持透明和诚实。数据显示，外国游客数量尚未达到中国疫情前的水平。南华早报，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官方数据，在华外国居民数量比疫情前水平减少了 15%。 数据还显示，2023年中国当局向外国人发放了 71.1 万份居留许可。中国采取了鼓励外国商人、学生和游客来华旅游的措施，包括放宽签证要求和其他激励措施。然而，一些外国人由于对他们的戒心日益增强而离开中国，而另一些外国人则表示毕业后难以满足工作许可要求。观察人士表示，海外游客回归缓慢可能会降低中国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需求依然低迷，台积电第四季度利润下降 19%。 日经亚洲，台积电 TSMC 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19.3%， 营收与上年持平。尽管如此，对2024年人工智能计算需求不断增长的预期相信是该公司的希望之源。据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计算的兴起增强了云服务提供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的信心，引发了构建专用人工智能服务器的竞赛。台积电预计也将从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努力中受益。中国比亚迪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推出乘用电动汽车。日经亚洲，中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比亚迪在印度尼西亚推出了3款乘用车车型。此举是该公司向东南亚最大经济体扩张的一部分，该经济体一直在提供激励措施来吸引电动汽车行业的投资。比亚迪正在从中国进口汽车，引发人们对其是否会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制造工厂的猜测。该国拥有大量镍矿，这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一直在邀请特斯拉和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投资。2021年第四季度，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经济感觉正陷入衰退。日本时报，
文章讨论了中国政府职位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在公务员领域。创纪录的260万人申请了39600个政府职位，竞争非常激烈。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24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 Melody 张的故事，他希望从事国家宣传工作，但求职未果。文章还提到了中国的青年失业危机，并指出许多年轻毕业生因就业困难而感觉自己生错了时代。中国35岁以上人口在严峻的劳动力市场中遇到年龄障碍。日经亚洲，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对就业的影响加深，中国30多岁的工人面临着更大的解雇风险，并且很难找到新工作。许多公司正在通过解雇30多岁和40多岁的工人，并用工资较低的年轻工人取而代之来削减劳动力成本。这导致工作不稳定并抑制家庭情绪，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显示出改善的迹象。这种情况在中国引起关注，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爱荷华州起诉 TikTok 就不当内容向家长撒谎。南华早报，爱荷华州总检察长布伦纳·伯德起诉 TikTok， 指责该社交媒体平台在孩子访问不当内容方面误导家长。该诉讼指控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对其平台上毒品、裸体、酒精和脏话的流行程度撒了谎。爱荷华州正在寻求经济处罚和命令，以阻止 TikTok 从事欺骗和不公平行为。 TikTok 表示，他为年轻人制定了保障措施，包括家长控制和时间限制。这并不是 TikTok 面临的第一起诉讼，美国其他州也对该平台采取了法律行动。中国的反腐败战争变成了高危走钢丝行动。路透社突发观点，尽管经济疲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按照西方标准，习近平的反腐败努力是成功的，并帮助他清除了对手。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有所提高，而美国则有所下降。然而，继续打击金融领域腐败的决定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反腐败运动对经济的影响很难消除，但金融家们已经变得谨慎起来，不愿放贷。这可能会阻碍工业生产和出口等非金融活动贷款的增长。随着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中国希望诞生龙宝宝。金融时报，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00万。该国死亡人数为1100万人，出生人数为900万人，低于2022年的960万人。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不确定性给北京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正在努力应对房地产低迷、出口疲软和投资者信心低迷的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需要重振增长因素，以避免债务通缩螺旋式上升。三名中国高管因操纵股价被罚款9300万美元。日经亚洲，中国一家上市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的三名高管因操纵公司股价和谋取非法收益而被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处以总计 6.6 亿元人民币和9300万美元的罚款。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这些高管被发现串谋操纵股价，导致股价上涨 20%， 而深交所创业板基准指数下跌 18.55%。高管们通过私募股权和信托产品筹集资金，并使用36个不同的账户投资于股票。碧桂园将全面退出澳大利亚并出售悉尼项目。南华早报，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的澳大利亚子公司 Risland Australia 已同意以 2.4 亿澳元 1.57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在悉尼的剩余土地出售给中国支持的私人开发商 Avantos。 此次出售标志着 Risland 完全退出澳大利亚市场。Risland 首席执行官胡国涛表示，此次撤资将使 Risland 能够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并继续在澳大利亚寻求新的机会。此次出售的完成也将标志着碧桂园在悉尼长达十年的业务的结束。美国议员批评解除制裁以获得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帮助。南华早报，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阻止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的做法，指责其处于弱势地位的外交。此前，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官员承认，取消对中国公安部下属部门的制裁是一种权衡，旨在确保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印度和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芬太尼生产国，芬太尼是一种比海洛因强50倍的合成物质，也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业余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ef.com。万事不求人，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六度万事，万事相助，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服务，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六度世界现在体验，请去3w.6度.world。限时免费期间，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第一步，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第二步，如图选择六度万事，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 AI 供大家选择，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帮你绘制漂亮图片。最后可以点击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一起来3w.6度.world 尝试吧。六度万事，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问题解答、在线话题等强大 AI 功能。首先，注册或登录六度世界（六度 World）， 然后按照屏幕上的方式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并在开启的弹窗中选择六度万事。然后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开始您的 AI 对话旅程了。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我是六度万事，我这就搜索论坛热点，帮你查找。你给我画一张卡通形象的马斯克，祝贺习近平春节快乐的贺卡。快来看看我的作品，还满意吧？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今天的节目呀，与大家见面稍微晚了一些，这里啊，首先向各位观众朋友们道歉。但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新闻内容。首先为大家关注到的是股市的情况。之前我们开玩笑啊，3000点保卫战，现在已经不是3000点保卫战了，2800点也突破了啊，接下来不知道是几千点保卫战了。何斌先生啊，有一句名言，说等到真的是1000点保卫战、500点保卫战的时候，那可能真的就要放大招了啊。不过啊，这样一路跌下去，让很多股民呐、实在是现在是跺着脚骂娘。专家面对股民的困惑，到底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呢？哎，这个建议啊，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专家呀说实在是受不了了，干脆就出去跑跑步减压。想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其实啊，这个我要为这一个吴小球专家喊冤，因为啊，他不是在这个跌破2800点这一天说的这句话。当然了，可能股民看到这个2800点被击穿，实在是要找一个人啊，让来背锅或者是来撒撒气，那么吴小球就成为了这个目标。那具体来说啊，在1月18日这一天，中国的股市的上证指数盘中是失守2800点的大关啊。当然了，在这一天的收盘之后，这个2800点呢又回来了，但是失守2800点是跌至了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啊。那上海和深圳两市有大约4800只股票下跌。那么，其实，在去年12月中旬开始啊，中国的股市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包括你听到的这个胡锡进也说啊，这个2800点以下遍地是黄金这一句话，在过去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那可能无论是在股民看来，还是在一些看热闹的人看来啊，都是
这个余音绕梁一般啊，天天在脑子里是嗡嗡作响。那么这一个说，哎，专家建议股民受不了去跑步啊，其实这个吴小球呢是在1月6日说的，当时在这个2024年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国家金融研究院的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院长吴小球就说了啊，对市场还是要抱有信心，我不相信它会一直这样下去，我觉得快到了，天亮之前是最黑暗的，那很快大太阳就会出来，很快天也就会亮了，我们还是保持乐观。吴小球还对股民说啊，如果你真的是受不了，我建议你说去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身体这个时候啊很重要。这个吴小球说的是大实话，但我觉得可以不说话的时候也可以就闭嘴。在我接触过的一些中国股民的，我接触的一些经历中，其实中国股民中他们的人的心态不说，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要求确实是属于比较严格的那一波。那股民可我认识的一些股民自己对身体的管理啊，其实就是挺好的。不知道这个吴小球又说啊，你去跑跑步啊，真的是可能真的是没话说了啊，才会说你去跑步。嗯，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那我们说到啊，除了股市之外，很多人士啊也特别担心的就是人民币的价值问题。之前呢，人民币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现象，人民币资本外流也一直是现在中国的银行系统十分关注的一点。那我们知道中国有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啊，每一个个人每年境外出境的金额不能超过5万美元。但是啊，中国人啊找到了一条捷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密货币把资产转移出境。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来自华尔街日报，就详细的介绍了这一些采用加密货币方式的人是怎样把钱转移出境的。很多的地下交易啊，让我们想起来就啼笑皆非。比如说他们啊认为，哎，在成都云南这些地方往往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政府啊没有时间来管你这些事儿。结果呢，让成都和云南的一些地方成为了加密货币交易的天堂。再比如啊，过去这一种啊，我们叫做灰色地带的交易，我们在这个香港啊警匪片里看过啊，拿着一箱钱啊进行现金交易。哎，现在呀，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呢，在交易加密货币的时候，连这个装着现金的箱子也不用了，直接用 U 盘就可以来交换钱包的密码和地址。而他们选择进行这种地下交易的地方也非常的有趣，有的是自助的洗衣店，有的是咖啡店，有的是小卖部啊。那么，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就详细的报道了这样的历程。想有没有关注到其中更多的细节？嗯，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揭露，或者是说这个披露的这一个情况啊，确实是我们之前闻所未闻，但是是可以想象到的。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些投资者、一些投资群体在投资加密货币，在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时候，在利用一个由经纪人和中间人组成的一个地下网络，而绕过中国对加密货币交易的一个严格的规定。现在呢，中国是世界上对加密货币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了。在2021年，中国就禁止了加密货币的交易。此后啊，政府是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采取了包括拘留、罚款、监禁这样的强力措施。那币安等一些在中国成立的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早在这项禁令颁布前呢，其实就搬去了其他的地方。像币安自己啊，它的这个总部啊，其实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总部，在我印象中。那么这一个中国的禁令其实也标志着长达数年的监管整顿行动啊，持续的是维持在一个高峰期。但是啊，这个有禁令也意味着这个禁令所针对的这个行业或者是活动啊，是很普遍的。加密货币的交易在中国目前仍然是很普遍，交易者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啊，宽松的交易所管制，以及啊，包括在咖啡馆啊，或者是一些茶馆等公共场所来秘密的会面这样的手段来绕开相关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就跟李琦刚才说的这个他们用微信啊，或者是用电报群来进行一个相互的信息的联络，那在通过这样的平台找到彼此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易。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那我们也说啊，中国政府现在对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态度，其实呢也是我们叫两面看。中国政府是允许私有的区块链的，但是呢不允许支持加密货币的公共和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账本啊，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公链。那么同时啊，现在中国的有一些企业也在把私人的区块链用作商业用途，比如说追踪啊一些奢侈品的来源等等，用于鉴定之用。但是啊，
央行的新上任的行长潘功胜本人呢，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可能是一直比较鹰派的。我们还记得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啊，曾经引述一位法国经济学家的话说：“说总有一天，比特币的尸体会漂浮在你们面前啊。”那么现在随着潘功胜升任央行行长，那么央行呢，现在是作为加密货币最重要的监管机构之一，到底会对未来加密货币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也为大家关注。特别是现在中国和美国在有关于打击芬太尼方面的合作，也导致财政部在10月的时候发布警告，说以中国为基地的犯罪网络啊，这些化学品的供应商是使用加密货币付款的，因此未来对于加密货币严监管恐怕仍然是可期的。说完了加密货币啊，我们再来谈一谈近期的投资热点，就是 AI 和芯片。六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注册或登录六度世界，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 AI 对话了。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服务。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我想去希腊。太棒了，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比如历史遗迹、美食、海滩或者其他的？海滩和美食。好的，了解了。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比如素食、无麸质食品等？不吃牛肉。好的，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4天。了解了。你是打算独自旅行还是和他人一起？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与父母一起。好的，我会考虑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1000欧一天。好的，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或者希望有海景，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希望有海景。根据你的需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接下来我将为你规划一个4天的旅行行程。你希望在这4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还是希望有1天或2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1天海滩，2天历史遗迹，1天市区。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第一天，海滩。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比如 Elephant Sea 海滩或 Navajo 海滩。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第二天，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雅典卫城。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第三天，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也是世界遗产之一。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第四天，市区。在雅典市区，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古老的波卡区、现代的购物中心，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住宿推荐。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餐饮推荐。在希腊，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但是请注意，由于你不吃牛肉，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欢迎随时向我提问。